看这个啊，这个是法治基金的，法治基金的啊，这个厨房，董事厨房，董事厨房啊，董事厨房，董事厨房啊，一部分啊，然后呢，往这儿看，往这儿看，往这，这是楼上啊，这是上楼的，你看这现代感啊，上面是法治基金 C3 的啊办公室。然后你看这边，这法治基金董事们吃饭的地方，法治基金，然后呢，啊，法治基金坐的地方，然后看法治基金啊 C4 的办公室啊 C4 的办公室啊 C4 的办公室，然后外面有个大露台，给董事们开 party 用的啊。你看到家具了没有？大家看到那家具了吗？啊，全是法国的品牌，里亚格。啊，里亚瓜的最好的家具，这是瑞士的 USM 的家具啊。看到那水晶的吗？全是巴库拉的啊，全是巴库拉的，看到吗？然后那沙发全是爱马仕的啊。然后呢，大家这是董事吃饭的地方啊，董事吃饭的地方。然后这进去，然后上 C3 啊。咱今天先说这一点，不说那么多啊，不说那么多。